第五个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紫米粥的紫米啊，这个紫米粥呢，确实啊，这个从颜色来讲区别于我们经常喝的这个小米粥，但是从口感来讲呢，它也比较软糯啊，在很多人喝紫米粥需要喜欢加点糖是吧？这个口感也非常好，也是补益心气心血的食材。